这个不到一份的量。小鞋子，热米皮儿，好几天没吃了，太想这个了。今天咱也来吃个烫饭，剩的那个黄焖鸡蛋还有那个粉条，炒的那个粉条，这个啊9.9块二十包，拌上解腻，因为剩菜的话都比较油。好脆呀、啊。太香了，you
这个萝卜丁解腻还下饭。哼，这饭里面这个油，锅里面还有一个锅底全是油。我这是在油里边捞大米饭。